清风月化魂，他都在这边举过警告。莫泊桑红那天，周润发和章子怡蜻蜓点水抢夺宝剑镜头，也是在这里拍摄的。这个水呢，它是活水，对面那个游泳门那边是净水的，然后我们在这边是抽水的。中间呢有个小泉眼，一年四季泉涌不息，尊重了风水宝地。以前住在这边上，都是尊重一些德高望重的有身份。哇，这个，我沉点了，我不要了。